係呢款大華嘅魚眼鏡頭啦，配合翻5系嘅錄影機咧，就可以做到呢個魚眼任意擺動畫面嘅功能嘅。咁佢因為有配備有500萬像素啦，咁所以一般情況咧放大都唔會太大問題，都可以睇到清楚見到個樣啊，我哋觀。咁啊，魚眼嗰度就可以開呢個魚眼功能，選擇翻9格，比較多畫面調動。